荣耀发财快报，大仙什么都知道。坦克的身板，法师的爆发，不仅能顶在人群里吃伤害，还能瞬杀小脆皮。还玩不懂源流之子的家人啊，赶紧来试试这套刚出炉的万血双穿流啊，出装真的太猛了。铭文：十梦魇、十心眼、十狩猎，出装吸血书、抵抗鞋、破茧之衣、帽子、十只预言、回响。前期啊，先做匕首出门，方便一级啊快速抢线。合成攻速鞋后，直接换成法穿鞋，增加回蓝的同时啊，还能保证我们前期的伤害。如果对面有真机、甲子这种控制特别多的英雄，也可以换成抵抗鞋。等做出吸血书和破茧之衣后，如果对面冲脸英雄不多，就直接做帽子；如果生存压力很大，就直接做十只预言，配合原初之心给的血量，同时期的坦度啊，甚至能比得上坦克。在打法方面啊，先把设置中的精准普攻打开，开局选原初之心出门，因为一级大部分英雄啊，魔抗都在80左右，我们带的88法穿已经够用。然后出门学一，线上用一技能攒被动，精准普攻锁后排的兵，就能快速抢线，抢完第一波线就快速往发育路转，去抢墙外的红隼。现版本中路思路啊都非常固定，就是哪有资源你去拿。在争夺红隼时，你的第二波中线就可以直接放给打野，等你回线上就可以直接跟打野吃另半片野区，再带着他和你一起吃下一波中线，这样两分钟去对抗路抢空间之灵的时候，就能比对面多一个四级。前期源流之子的伤害就非常可观，在做出小吸血之后，只要看到这种半血多一点的脆皮，你打满一套1、2、3、2的伤害基本上都能瞬杀。要注意啊，你若是一技能先手，那后面一定要先跟二，尽量用能量刷二技能，前期双二控制的作用很大。另外源流之子啊，在大招期间是可以正常释放闪现和其他技能的，并不会打断大招施法，家人们不用一直拖着大招不敢丢技能。等到后期做出帽子后，我们的伤害就会迎来质变，你可以把自己理解为干将，远远的只用1、2、2打消耗连招，也可以把自己当安琪拉蹲草1、2、2、3能瞬间秒没出魔女的脆皮。这里要注意啊，打二连招一定要快，不用想着预判，不然第二个二技能很容易就会空。现版本法师只要抢线快的英雄啊，强度都还不错。源流之子虽然缺点比较明显，但前期强度还是在线的，并且很容易滚起雪球。喜欢源流之子的家人们，赶紧去试试我们的打法思路，去排位上分吧。